真实，然后很感动，我忍不住哭了很多次，看我眼睛红红的，又哭又笑，又笑又哭。二十几岁到六十几岁进到电视圈，用自己的天分跟能力博君一乐。我需要你，要玩，要玩出个名堂。是，总司令。一晃五十年过去了，这位老兄拿到了敬老卡。前面笑得非常开心，到后来会在不自觉当中哭了个稀里哗啦。看完这个戏，真的会很想很想回家，真的很感人。这帽子呢是你要，你妈花钱给你买，你千万不要掉。我儿子，我爸，我儿子，我爸，我儿子上大学喽！说话算数，像我说话吹牛，像你爸，你们都很棒，姐姐更棒。你是叛逆期啊？你才更年期。儿子，我跟你讲，凑钱去补习吧。只要是为人父母的，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应该来看这部戏。真的是一部非常精彩的舞台剧。下一站，我决定用我自己的方法走下去。下一站，我是未知的想象，为我带来的方向。结束就是开始，未来永远可以期待。欢迎大家收看。谢谢大家收看。